现在做大麻慕斯，大麻慕斯，什么都来一点。哦，然后这个是刚去买的那个预拌粉，它是说200cc 的牛奶就加进去搅，然后拿去冰，大概打4分钟，然后拿去冰1个小时，可以做4份。对，然后现在这里，我刚把那个大麻，就是之前提炼的那个大麻油的那个草，拿出来把它切碎，然后加进去，应该够吧？看看怎么样了，对，够够。然后加粉进来，然后200cc的牛奶加进来，对，还有搅。加一点这个大麻花，然后好完成了，就是今天的慕斯，然后拿去冰，刚好吃。